那我身旁的就有来自 Asia Technologies 的Sdn Bhd 的 Daniel 和 Mingsun 两位好，你好，恭喜两位赢得了这个 Excellent Digital Marketing Agency 卓越数字营销机构的殊荣。想问问 Mingsun 现在心情怎么样？首先我们得到这个奖项，我感到非常的光荣，然后也非常感激，可以得到 LICTA 的肯定。 好，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一路走过来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？OK， 成功的秘诀其实除了努力还有毅力，我们还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执行能力，然后把毅力的这个 project 做好，然后身为老板，我们也要有一个很强的抗压能力，然后当然是最后也要多多跟长辈学习。那当下最想要感激感恩的是谁？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的是我的商业伙伴 Daniel，他的无私分享是值得大家的学习。然后我要感激我的团队，一起拼搏的团队，他们没有他们的努力，我们也不可能走到这里了。然后最后我要感激我们的一直支持我们的客户，他们的信任还有理解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是，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大计划是方便透露给我们知道的吗？ 接下来我们的大蓝图将会开拓这个东南亚市场，所以今年初我们刚刚成立了一些小新加坡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尝试到印尼、菲律宾还有越南，开拓市场并培养更多的人才。那今天来到我们 LICTA 颁奖晚宴现场，有什么话想要对 LICTA 说的吗？我们非常感谢大豆还有 LICTA 给我们这个平台，然后表现我们的专场。 谢谢，非常感谢来自 Asia Technologies 的Sdn Bhd 的 Daniel 和 Mingsun， 非常感谢两位。好，谢谢你，再一次恭喜你们。